Tada先生你好，我要自我介绍，我叫 Nopi Pitriyanti， 我今年38岁，我结婚了，我有2个小孩，一个6岁，一个1岁，我的信仰回教，我今年在台湾住4年，还有在新加坡2年，谢谢你太太，谢谢你先生，再见。